一土豆经验之一：修心养性之至，行一善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时时言善，不如行一善事。终身行善，须防做错一件。进来的，说说自己今天做了什么善事吧。以下是我所知道的善事，大家可以继续补充：一、孝顺父母；二不、不邪淫。 三放生，四吃素，五植树，六印经，七念咒，八佛前献花果油，九礼拜诸佛，十修建寺庙，十一修桥架路，十二忍人难忍，十三忏悔过错，十四怜悯孤老，十五爱护儿童，十六让座扶人，十七救人危急。 十八成人之美，十九朝山拜忏，二十恭敬师长，二十一不吃穷苦，二十二赞叹他人，二十三与人为善，二十四爱敬存心，二十五劝人为善，二十六设财作福，二十七护持正法，二十八行人难行，二十九恒顺众生，三十和颜悦色。 三十一济物忧民，三十二有能施教，三十三则而不变，三十四行善回向，三十五身心清净，三十六精进学习，三十七守持戒律，三十八施人要食，三十九众善奉行，四十诸恶莫作，日行一善。转自读者。 他父亲是位大庄园主。七岁之前，他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他所生活的那个岛国突然掀起一场格达命，他失去了一切。当家人带着他在美国迈阿密登陆时，全家所有的家当是他父亲口袋里的一沓已被宣布废纸流通的纸币。 为了能在异国他乡生存下来，从十五岁起，他就跟随父亲打工。每次出门前，父亲都这样告诫他：“只要有人答应教你英语，并给一顿饭吃，你就留在那儿给人家干活。”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海边的小饭馆里做服务生。由于他勤快、好学。 很快便得到老板的赏识，为了能让他学好英语，老板甚至把他带到家里，让他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耍。一天，老板告诉他，给饭店供货的食品公司招收营销人员，假若乐意的话，他愿意帮助引荐。于是，他获得了第二份工作。 在一家食品公司做推销员兼货车司机，临去上班时，父亲告诉他：“我们祖上有一条遗训，叫‘日行一善’。在家乡时，父辈们之所以成就了那么大的家业，都得益于这四个字。现在你到外面去闯荡了，最好能记着。” 也许就是因为那四个字吧。当他开着货车把燕麦片送到大街小巷的夫妻店时，他总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，比如帮店主把一封信带到另一个城市，让放学的孩子顺便搭一下他的车。就这样，他乐呵呵的干了四年。第五年，他接到总部的一份通知，要他去墨西哥。 统管拉丁美洲的营销业务，理由据说是这样的：该职员在这去的四年中，个人的推销量占佛罗里达州总量的百分之四十，应予以重用。后来的事似乎有点顺理成章了。他打开拉丁美洲的市场后，又被派到加拿大和亚太地区。一九九九年。 被调回了美国总部，任首席执行官。就在他被美国猎头公司列入可口可乐、高露洁等世界性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候选人时，美国总统布什在竞选连任成功后宣布，提名卡罗斯·古铁雷斯出任下一届政府的商务部部长。这正是他的名字。现在，卡罗斯。 古铁雷斯这个名字已成为美国梦的代名词。然而，世人很少知道古铁雷斯成功背后的故事。前不久，华达城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去采访古铁雷斯，就个人命运让他谈点看法。古铁雷斯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一个人的命运。” 并不一定只取决于某一次大的行动。我认为，更多的时候取决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善举。后来，华达城顿邮报以“凡真心助人者，最后没有不帮到自己的”为题，对古铁雷斯做了一次长篇报道。在这篇报道中，记者说。 古铁雷斯发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简单的武器，那就是日行一善。看来帮别人便是帮自己。用中国的一句成语说，就是“善有善报”。日行一善，莫拘泥于这字眼，一定要每天做一件好事。只要看到别人需要帮助，就慷慨地伸出你的援助之手吧，感受帮助别人的快乐。 还要记住一句话：好人一生平安。《易经》上说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不家，必有余殃。”从古到今，无数的事例证明这是至理名言。春秋时，有一个姓颜的人，主动把女儿嫁给孔子的父亲叔良哥。理由是叔梁哥的祖宗积有大德，子孙后代必然有出类拔萃的人物。 后来果然生了孔子。杨少师是福建建宁人，他的曾祖、祖父都靠摆渡为生。一次洪水泛滥，房屋倒塌，溺死的人顺流而下，其他的摆渡人都忙着捞取财物，只有杨氏父子忙着救人，不取一物。大家都嘲笑他俩是笨蛋，但事过不久，差异便显现出来。 到了杨少师那一辈里，家境开始渐渐好转，而其他的摆渡人，有的没有后代，有的依然贫穷。少师年少的时候就机敏善学，崇贤尚德，深受乡里人称道。少师在二十岁的时候就登上了仕途，做了很大的官。他子孙众多，家业兴盛，出现了很多贤德的后代。宁波的杨自成。 早年做县里的衙役，他心地善良，守法公平。县长经常刑罚囚犯，杨自成耐心劝解，使县长渐渐平息了恼怒，不再鞭打囚犯。一次，杨自成看见几个从杭州来的囚犯饿得脸色铁青，便和妻子商量，妻子将家里准备做饭的米拿出来，给犯人们煮粥吃。 他不断积累善行，后代子孙开始兴旺起来。其中有许多人做了高官，成为当朝的名臣。明英宗正统年间，布政司谢都事奉命捕杀在福建作乱的邓七余党，他找到了乱党名册，对罪过轻的人做了标记，并且严格告诫官兵不可滥杀无辜，因此保全了万人的性命。 后来，他的儿子谢谦中了状元，官至宰相；孙子谢丕也中了探花。太史冯安的父亲做学生时，有一年冬天清晨上学，在路上遇到一个倒在雪地中已快冻僵的人，就立刻脱下自己的皮袍给那个人穿上，并扶着他回家救治。当晚就在梦中得到神灵的指点，说：“你救人一命，出于至诚。” 我派宋朝名将韩琦做你的儿子，后来生下了卓安，取名叫琪长大后成为明朝的重臣。台州有个姓殷的人，壮年时住在山中读书，夜间常听到有鬼怪作虫叫闹。有一夜，他听到鬼在谈话说，说某妇人因丈夫外出很久未见归来，公婆以为儿子死了，逼迫她改嫁。 明天晚上他会来这里上吊。鬼又说：“我从此有人代替，可以转世投生了。”英公听到了这番话后，立刻卖掉了田地，得银四两，并假造了一封家书，一起寄送给了妇人的公婆。公婆见了银子和书信，认为儿子还活着，因此也就不再逼迫儿媳改嫁。后来，他们的儿子果然回到家中。 夫妻也得以团聚，救了妇人一命。确实，鬼失去了替身，庆功便安静地等待鬼的祸虫。没想到，却听到鬼说：“此人心好，不久就要做尚书了。我怎么能降祸给他呢？”殷公从此更加努力做善事，不仅自己成了名臣，而且有许多后代子孙也当上了高官。 常熟县人徐凤竹，父亲十分富有。碰到荒年，不仅免收田租，而且开仓赈灾救贫。平日里，凡是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，他无不尽心尽力。父亲积德惠及徐凤竹，他后来当上了两江巡抚。嘉兴有个人叫涂康喜，做刑部主事时，经常亲自到狱中探查案情。 发现了十多件冤案，就秘密报告给上级，使受冤枉的囚徒得到释放。后来，他又建议设立减刑官，查当平冤，被朝廷采纳，使许多冤案得到平反。有一天晚上，图康熙梦见神灵指点说：“你命中本应无字，但减刑的是正合天心，上帝特赐你三个儿子，都想高官厚禄。” 过了不久，你的夫人就怀孕了，先后生有三个儿子，名叫英隼、英坤、英俊，都当了大官。